据中国军网消息，在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期间，解放军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挺进大漠戈壁，开展空地协同实弹演练。从公开的图片分析，我陆军新型空中突击力量由试点转为推广。这次空地协同实弹演练就是对该旅空中突击力量成果的检验。给步兵插上翅膀，在美军早已实现，并在多次现代战争中成功的经受了考验。实现这个愿望需要雄厚的国力，也就是说需要足够数量的直升机。现在我们国力上升，已经初步具备了物质基础。近些年来，我国已经自主研发和制造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新型直升机，其中包括有运输直升机、专用战斗侦察直升机、预警直升机，从基本硬件上满足了建立新型空中突击力量的需求，并开始着手建立试点图为实弹演习中的第75集团军装备的新型18-18运输直升机，其运力大概是两个全副武装的新型作战班组，最多约27-30人。在2017年的沙场阅兵上，我军新型空中突击力量首次公开展露出锋利牙齿。我军空中突击力量由各种不同型号的直升机按比例构成，机型有新型18-18运输直升机、10战斗直升机、19-19WA 侦察战斗直升机等等。图为全副武装的第75集团军突击队员列队登上新型18运输直升机。我军新型空中突击力量终于摆脱了地形的限制，做到了全天候快速出击，能在极短的时间将人力和火力投射在需要的区域，达成目的后又能快速转移战场。从画面上能看到，第75集团军某旅本次演习区域气候比较恶劣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该旅不畏艰难和困难，挑战自我，多科目训练照常密集展开。图为运输直升机内身穿新型斜形具的突击队员，10战斗直升机、19侦察战斗直升机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直升机，是我军新型空中突击力量中的保护神，承担着前出侦察、火力引导和火力支援的重任。在本次演习中能看到19机群以超低空姿态突入，对预设的敌军目标实施火力打击，为我军运输直升机清扫出安全环境，并为机降的突击队员进行火力支援和掩护。图为两架19分别承担着干扰护卫和对地火箭弹攻击的作战任务。在侦察战斗直升机清扫出安全环境后，新型18运输直升机搭载的突击队员选择最佳点实施索降或机降。据外界推测，我军一支新型空中突击力量装备有30架左右战斗侦察直升机、80架左右运输直升机，一次可以进行约2000名士兵和装备的空中突击作战任务。当这些突击队员索降后，迅速占领有利地形，立刻对预设的敌军前沿发动突然攻击，力争最短时间达成夺取敌军重要据点之作战目的。从照片上看，我突击队员的火力配置非常强，有95式系列突击步枪、含枪挂榴弹发射器、自动榴弹发射器、班用机枪、通用机枪、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，以及攻坚大口径火箭筒，甚至还可能由单兵反坦克导弹进行火力加强。在空中，战斗直升机可以根据地面引导或呼叫进行即刻的火力压制，为突击队员削掉敌军最硬的骨头。这是突击队员狙击手占据制高点后，使用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进行远程狙击的画面，为前进突击队员进行精确火力支援。这是突击队员使用榴弹发射器远距离攻击敌军重要据点的画面。榴弹发射器素有单兵大炮的美誉，是步兵班组理想的大威力武器之一，这是突击队员使用单兵攻坚火箭筒作战的画面。顾名思义，这是我军用来敲掉敌军坚强顽固火力点的利器，必要的时候还能对装甲目标实施攻击。
这是突击队员手持各种武器在建立的防线上进行战斗，近处是88式狙击步枪。随着我军新型空中突击力量的成熟，未来会有更多的空中突击力量推广建设，全新的中国陆军将更加让世界刮目相看。明谢图，中国军网崔松柔、吴瑶、张正举。